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又是落播我不讲场，我是余荣耀，身边有郑仲辉。余常你好。辉哥你好。大家好。是。咁好多年前呢，澳门就派过一个小小地规模的队伍呢、去周围去参观一下不同地方个公厕的设置怎样。咁原来世界上亦都有啲关于公厕的设置的组织的。咁内地大家知道啦，以前是不堪入目的，行入去都不想。近年呢改善了很多了、不过仍然很参差，有些呢好到很豪华 都有，但有些很差的。现在讲回澳门呢，澳门的公厕呢近年来都陆续是增设了很多、真的方便市民方便，另外延长了服务的时间、有些以前呢至到八点、后来十点、十二点通宵一路延长。我想公廁咧喺任何一個地方咧都好有必要嘅，即係有啲人話你唔係啊，你去某美姿餐廳，你去即係嗱，始終咧都佢唔係廿四小時好多啊，有啲係有啲唔係，而且唔係真係密得咁緊要。咁澳門最近咧嗰、公廁咧就係、大翻新，亦係大改，同埋有增設嘅，有增設。咁但係咧，有啲市民咧就感覺到一樣嘢咧，似乎佢哋嗰個配，即係嗰個配套啊，唔係個公廁嘅配套，係呢個過程當中嗰、那個即係、配合啦。即係譬如松山嗰度，咁你拆咗佢啦，或者嚇，咁啊令到咧，即係你整幾個臨時喺度，喂，其實有冇諗過唔夠用咧？或者即係諗到好多問題啦。有啲地方咧一條海洋花園嗰度，你一條健康徑咁樣，咁你拆咗啦，咁啲人去邊度咧？咁我首先講講公廁普遍嘅作用啦、就有啲人就淨係認為人有三急，咁其實唔止嘅，有時有唔舒服啦，即係入去嘔吐嘅有啊，亦都有為啲細路仔啊，即係入去換片啊，係嘛？所以你見到現在有啲公廁咧都有個設置，即係有張可以掹得落嚟嘅服務台，係俾個嬰兒。在那度，而佢監護人或者家長係幫佢去清理嘅身體啊，咁樣嗱，當然公廁文化咧喺內地咧都有好多年前開始推廣啊。咁咧就我去到另外啲地方咧，尤其是亞洲地方啦、我都好留意公廁嘅。即係譬如我去到泰國咁樣，咁泰國即係喺旅遊好好先進。咁原來佢啲公廁咧喺啲，尤其是喺啲疫站嗰度，一啲疫站嘅地方咧，佢個公廁啊，內地嘅疫站都有公眾廁所啦。咁我同即係一對比咧，仲有台灣，咁啊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嘅。我覺得咧，我哋嗰、那個而家包括澳門嘅公廁咧，都係會從門深鎖，到某個時間就從門深鎖噶啦。鎖得好緊。有啲就廿四小時嘅。咁咧就，但係咧，你如果去到泰國啊嗰啲咧，原來佢又唔鎖嘅喎。同埋咧，係佢個廁所咧係直情冇門嘅，即係唔係話個廁格嗰度冇門，整個廁所又冇門。咁佢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幾欣賞佢嘅。佢第一個咧，泰國都幾熱嘅，其實如果個泰國咁熱咧，你個廁所度咧冇風扇咧，應該係好流通好成問題。但因為佢嘅設計好咧，佢完全冇到。氣味亦係好流通。廁所咧係入口係應該設計到冇門，唔怕碰撞然後咧兜一兜圈少少啫，就唔怕話睇到當然啦，呢、這個同嗰個地方，我哋澳門地方好細。如果我哋可以好似設計到佢咁樣，我哋未必有呢個條件去設計，到好似佢一樣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咧，我覺得咧。澳門嘅廁所嘅設計咧，其實每一個嘅設計費啊，都所費不菲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喺呢方面咧，當然係一個進步。我哋澳門嘅廁所咧，應該係有個革命嘅，因為我哋已經太耐，我哋用緊嘅公廁咧係太耐㗎啦。嗱，氣味咧就最緊要有除臭啊。第一除臭，第二咧利用香蓋咗佢，其實流通啊，香流通好重要。流通咧，而家就反為有啲唔興流通，因為佢利用空氣調節夠底咧，
就直接流通啊！即係而家有啲佢唔適宜直接流通，因為點解咧？我解釋你會明啊！出邊就係一個公園或者休憩區，如果直接流通咧，就會形成到好似舊時工人康樂館嗰度有個濫用嘅，淨係小解嘅地方。你知唔知道經？嗰個就你經過好大臭味啊！所以你有時講翻轉頭咧啊，又講翻呢個公廁咧。講流通佢流通曬㗎啦，係咪？係咪？佢一塊板咁上下，上下都睇得通㗎，係嘛？唔係呢個我印象好深嘅，即係印象深在邊度咧？你記唔記得呢個廁所咧？上面有棚牙喺度嘅，係嗰個叫補中器，嗰個牙醫咧，係雙牙補牙啊嘛，係啦。啊咁啊講講，其實咧我講嗰個，所以我就解釋，有啲地方係唔適宜流通，係要用冷氣。其實因為隔離就係因為其實個流通咧，佢咁樣，我亦係留意過嘅。嗯，佢哋嘅流通咧，除咗自然嘅流通之外，仲係機械式嘅流通。佢唔係冷氣，佢係將一啲嘅臭氣咧，會吸入一個處理器嗰度咧，將佢處理咗嘅。係呢個係啊，嚇！所以咧，即係呢，所以呢個屬於我講呢個除臭嘅一種。另外仲有講地下，地下嗰個設置都好緊要嘅。唔係淨係佢嘅嗱，因為可能我哋今日講咧已經係叫做叫做家後梅人秋後先啦，即係已經好多度做緊呢個。當然啦，最理想嘅做到好似嗰啲大型嘅博企入邊度假村啦、酒店入邊嗰啲即係佢入到去咧香嘅我諗世界即係最佢亦都清理得好頻密嘅、全世界最靚嘅廁所，我諗喺澳門啊，不過就喺賭場嗰度啦。咁咧，所以咧，而家咧，有啲嘅廁所咧，澳門係增加咗好多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喺遊艇，即係嗰個筷子機嗰度啦，咁佢呢度個區咧人係多啦，咁但係呢個區咧個廁所亦係比較密嘅，咁所以咧，但係廁所再密咧都唔會大家嫌多嘅，因為咧你而家鼓勵大家出嚟出邊咧多啲運動啊，或者多啲係。出嚟步行啊！尤其是我哋而家係好推廣一個叫做用行路作為一個交通嘅步行。嗱，講到呢度咧，你都提過話有啲方便要做嘅嚇。咁、好啦，喺關閘。關閘嗰度長期舊時就俾人話冇公廁噶嘛。後屘又擺幾個臨時嘅喺度啊。咁啊，地下係有嘅。但係你地下有，地上咁多人行係嘛？講咗咁多年，你見唔見整翻個似樣啲公廁喺地面嗰度？其實呢度有條件，嗰度有條件咁多地方。即係你唔好因為咧，即係所謂嘅美觀，其實你可以，你唔止整到美觀，你可以整到即係世界為之讚賞都得啊！你諗下就即係可以觀察下。咁舊時見過內地咧，初頭有地方啊，即係喺比較旺嘅地方啦嚇，佢設置公廁咧。佢唔知道用咩手段或者買咗或者點樣啊？喺個鋪位嗰度嚟做公廁，做一個臨時，呢、這個都可以解決問題啊。所以咧就即係你啱啱講嗰度就係好重要啦。即係嗱，我哋而家咧除咗過關喺個關口裏邊有公廁之外咧嚇，喺出邊嗰個花園嗰度，即係嗰、那個唔好叫花園啦，即係嗰、那個廣場嗰度咧。似乎係冇嘅，咁大家都要入去裏面，其實嗰度裏面咧就未必係令到有啲急需要嘅人咧係知道嘅。你話係咪唔方便啊？上面好多人經過噶嘛，啱唔啱？唔係佢唔知道有啲真係，因為一入到裏面咧，淨係諗住離境噶啦嘛。就算喺下面你當佢顯示得好清楚，落去都係麻煩啦。係咪啊？當然啦，我哋即係可能咧，澳門人咧縱壞咗，縱壞咗喺邊度咧？喺賭場被賭場縱壞咗，因為你入到賭場咧，你上洗手間，你去廁所咧，又優質又方便啦嚇。咁所以咧，我哋會有個印象咧，出咗街之後咧，完全唔係呢件事。另外我想講啦，澳門咧現在公廁好多都設有為殘疾人嘅廁格嘅，係嘛？但係唯獨咧喺二龍喉，咁大嘅地方。一入口就係公廁啦，上到上面圖書館嗰度又有，係冇為殘疾人去諗。另外一個廁所就喺嗰、那個細路仔玩滑梯嗰度，嗰度有個咖啡檔嘅，入邊可能係屬於佢管嗰部分嘅，又唔係話完全公開查客就去嘅。咁我覺得整個二龍喉係要設置一個恰當啲嘅為殘疾人嘅
廁所比較好啲，係嘛？因為有啲好細地方我咪有嗱，華士潘達加馬花園，即係皇都酒店下面嗰度咁細嘅地方，但係佢都有設啦，係嘛？嗱，我哋再講即係呢度咧，我哋去食嘢咁啊，你唔使驚冇地方食嘢，因為係做緊生意啊嘛。唯獨是公廁咧，一定係要阿公嘅，因為呢樣冇錢揾噶嘛。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喺政府咧係著墨多啲，令到不論係舊時有錢揾嘅，而家冇啦。不論係本地人或者係遊客，都係可以咧，即係喺呢個人必須要每日要用嘅設施咧，呢方面咧可以更加優。即係優先啲去做呢件事。我都講講呢啲懷舊啊，舊時咧公廁唔多，喺郵政局新馬路樓梯底嗰度有，而家都有。但係舊時咧男廁都係阿婆去守嘅。咁佢會提供啲浴扣紙，即係中式嘅衛生紙。咁啊要收錢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因為嗰度有訪客經過啊，會醒嗰個阿婆噶。當年咧，即係醒一蚊啊，好犀利，一蚊係紙幣噶啦，好犀利。多謝輝哥。